这个片子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上网去当下来看，因为他在欧洲很畅，因为很卖座，还有纪录片啊，台湾好像版权还没上，蛮硬。你们说这一部片我非常推荐。那它有一个特质，你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，它里面也是他们也是管核废料的工程师，可是你不觉得他们的讲话态度跟我们台电跟台清大的东西很不一样？我们台湾的核工界一定讲说没有问题，一切都 under control， 但是他们不会这样讲，你有发现？他们其实在讲的时候，他也是保留一点余地，他也没有办法肯定说这个核废料以后会怎样。但是台湾的核电工程师，台湾的台电一定说这没有问题啊，那个我们就像坐在那个莲花盘座上一样安稳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不同的科学家、不同国家的科学家、工程师对于这种危险的东西态度是没有差很多。所以台湾那种工程师这种态度，就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根本不太可能去相信你讲的话。同样是核能工程师啊，那边也是类似台电和类似台湾的核电厂的管理阶层。那他不会让你觉得他讲话很不诚恳，好像说他一切都按规矩做，两百年后、十万年后也不会有问题。这才是一个真的一个有专业又有点良知的科学家。虽然他做的事有点个性，可是你看看台湾的核工界还有台电，所以这是非常让人感慨。如果看这部片，对工程、对他们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跟台湾科学家，让感觉。真的是大很多。OK， 那最后是核电给我们启示，我在启示说，这核电怎样让我们去重新再思考台湾的科技跟科技的社会。啊，这是我做医疗，喜欢到处，我到做医疗是多。那核电其实不是高科技，它只是一个产生热能、烧开水而已，跟其他的科技都一样。跟其他的那个，就是烧煤啦、烧油啦，或者是天然气负循环那种的，一样嘛，是给它产生热、烧开水、做蒸汽、推动涡轮机发电。警察地方也是用那个的，就是它的控制棒，对不起，它的控制棒从下面从由下往上插的控制棒，这种就是所谓的那个沸水式。那上面如果是上面插下来，那是压水式。啊，沸水式的话会比较会辐射，比较会污染这个涡轮机，所以涡轮机出来的水也是不太好。那核电的效率不好，过程最恐怖，就是说核电的效率只有33%能够转为热能，那火力也40%，煤啦、烧煤、烧油、烧天然气，负循环的，因为天然气负循环也58%，那你看植物光合作用95%。能源转化了，太阳光照到那个植物可以转换95%作用。那在太阳光电呢，目前是7%到14%不等，看那个材料，看那个是单晶系、多晶系，或者是那个三五聚光的那种，三五组的比较高，可以达到14%。那太阳热电可以20%到30%，太阳热电是用太阳热能用热的去加热那个空气，然后再去发电，然后再透过那个浮力通风原理去发电。那风力可以到50%，就是那个浮力型的风力发那个风力机可以50%，那主力型的比较低了。那另外一种，地热可以8%到12%，那生殖能我没有找到资料，生殖能就是那个烧那个沼气啦、甲烷那些东西的，对，这个部分可以发电。但是生殖能如果是生殖酒精，那个是发电，那个是车子动力燃料。所以生殖能的那个燃料的那个生殖酒精的部分，其实会跟贫穷国家农民抢农地，所以那个生殖能的生殖酒精那个部分，就是用玉米甘蔗去做酒精给车子发动，那个其实是不好的科技，不好的能源来源。那它另外一个是那个供应热能，生殖能在北欧国家很重要，用生殖能供应热能。那另外一个供应电力，这样。那那个核电的效率很差。33%而已，很低耶。太阳能以后会慢慢会更改善，不过太阳能虽然那么低，它没有后遗症比较小，它最多只有那个晶片晶板那个酸洗产生那个废水，那这个比起核电来小巫见大巫。那核电最难善后，总碳排放量又没有比火力发电低到哪里去，10万年无上无极，一旦核灾就是毁灭性灾难废墟，
产品很普通啊，但是废料处理很高贵。啊，核电成本最高，日本已经承认它是最贵的。啊，韩国、日本因为税金补贴，台湾，哦，他已经不敢说最便宜，只有台湾还在骗。那日韩是想发展核武，美国 Keystone Center 又在算了，核电成本在2017年2.7到3.6块啊，没有比风力是太平洋，以后比太平洋太阳能比它难竞争，这个价钱已经跟风力不能比。那如果说加上保险费用，因为它核电的那个事故率越来越高，它费用会更高，跨国投保成本可以涨3倍，那更不用讲台湾、日本。如果依核四来算的话，核四那个可行性计划推估，台电的成本如果算到那个核四的成本，算到趸售物价，只是算到2.85块多了，高于火力跟风力，甚至而且还低估了运转维护费用、除以成本、核废料处理费用，这个都低估了。不过这边我不讲那个很详细的数字。我们比较一个核灾的概念，从下面倒过来，从下面看太空任务，譬如说发太空梭那些，除非你有带钚元素罐，太空梭出事、火箭爆炸才会造成灾难，哦，水坝崩堤会灾难，飞航失事会灾难，石化厂爆炸会矿，还有矿灾会灾难，海运系统爆炸、海污染、污染海洋也是灾难，或者是船难 ，DNA 会有灾难。DNA 跟生化战争挂钩会有灾难，没有 DNA 我们也可以发展很好。核子反应炉，它的灾难更高。以地球上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些大型的浩劫来讲，这些东西大概就这些。那这里面比来比去，没有人比得上核子反应炉造成后果。福岛、福布西马就是一个例子，绝对比后面这几个更严重。可以相提并论，可能是以后的 DNA。但是这个还未知啊，以后不知道。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，核子反应炉真的是应该要废弃的，对啊。而且它的功能，其他的火力啦、燃煤、天然气啦、再生能源都可以代替啊，并不是没有代替，技术上并不是没有办法代替，所以它应该停掉。世界核电厂的未来，咱全球的核电厂发电量占总发电量 EQ 丢三零相关17%，未啊刚刚降到成11%，大部分的国家已经过了那种电造的高峰期，那你家将来核电厂的气的时间一直愈看愈长，那先不会你管，所以它变成高风险投资标的，核电公司。所以这个趋势跟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预测相反，以卡扎预测说，在1970年预测说2000年前全球核电装置容量3800到5000吉瓦造，2020年下修到1800到1000左右。实际上，只要讲356吉瓦，所以核电趋势下降。然后，核电产业的信评被国际信评公司调降，主要核电厂年年亏损都靠补贴啦。然后，同时间，国际对再生能源投资远超过核电，风力37倍，太阳能100倍，再生能源技术愈来愈成熟，成本一直在下降。已经快要跨越历史交叉点地了。那现在美国、法国，它也是开始在提前处理一些维修起来成本很高的一些故障核电厂，不再继续。柏林 ，No, say no to nuclear power， 在柏林的勃兰登堡大。所以我理想的是比较德国，德国比较绿嘛。对，他过几年、过十几年，他再停掉所有核电。核电之外，我们在探讨说，核电有军事性格，它的组织会变成一种社会跟社会民主相异的一种集权形态，因为它的东西又是机密，所以它的组织管理是走向机密，就有那种机密特质，不容易跟外面的人沟通接触，所以常常是黑盒子。投资核电有限的资源，连去做不好如何其他领域的再生能源。那去年进口电力救了法国电网。德国就他了，德国并没有缺电，法国有核电的大国缺电，核电发电只有占11%，但是核电核工专家，把人类地球耗费了大半的心力跟资源在处理核电问题，那大部分都是很多核电的问题，核电的问题，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媒体在报道火力电厂啊，什么风力电厂的问题，火力电厂大概就是碳排碳，
那这里也探讨到民主科技，核电是最不科技、最不民主的嘛。所以那个英国一个学者舒马表达说，小就是好，用那个小型的科技来代替大型科技。小型的科技比较适合地方社会文化，大型科技的知识跟组织跟日常经验越来越远，它越来越黑箱化。那有适当的小型科技，才有办法让日常生活跟科技那个技术连接。大型科技也偏向毁灭性科技，会走向集权管理，缺乏民主实践。他不会跟你讨论的，他的机密都不让你知道的，什么都不让你知道。可是如果现在是风力发电啊，哦，生殖能发电，在社区就可以做了，他的科技知识会普及一般常民。所以再生能源有分权式发电的可行性，还有直觉的安全性。直觉上就觉得再生能源没出多少等级，你直觉就知道核电厂跟我一样啊，不需要什么科学理论的，看福岛、看三里岛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一个全体关照，建立北欧的社会发电的观念，解构那种只有经济发展跟科技发展的意识形态。卖光光啊，要顶级发电，一定要哦高科技，要什么多艰深的科技，不变。西欧国家在发展再生能源，一些社区型的科技发电系统，它也是高手段，比我们高很多啊。那我们的科技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是怎样？从以前会被蒙昧的时代启蒙，十七世纪到现在是后启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米家太贼了，所以他几块米家让弄灾啊。我们都已经知道一些科技的问题了，不是只有科学家知道。科技以前是启蒙的本质，它解决问题的地方。以前，今天科技常常制造风险、社会问题。近代以来，科技跟战争、殖民、征服一样，有不解之缘，它不一定带来解放。所以科技太重要，不能只交给专家处理。何况你不是核电专家，你不能讲核能啊，只有核工可以讲。讲屁话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更不能给你处理了。知识都隐喻来了，日常智慧跟在地的知识，民众往往都了解科技问题，讯息很多，所以专家害怕有知识的公民，常常用理性跟激情来划线。说你不理性，你不懂，你不是专业，你不读，那也不读，那你用心哪会去读这个？你读这个要？所以科技是来自历史跟社会，不是来自人性，它来自后面你的社会结构。那我们到最后要结束了，来向一些反核的先行者致敬了。其实就是说，邻居一手接一起啊，反核就是反独裁、反科技神话、科技总体神话。那以前还有施信林、张国荣、高成，还有一个已经过世的杨兆月教授、林义雄，连核四公投全岛主席、环保主持也台湾环境保护联盟。他以前早期的党外跟早期的民进党也是比较以反核对政见主张。那绿党是接民，是台湾第一个环境生态政党，就是反核的，所以反核的一些前辈。最后，拜托大家参与游行抗议，留下资料，把核电告诉周遭，帮忙绿盟安排讲座。那这里有资料，如果有办法，可以定期帮我们绿盟小额捐款，300-500都 OK， 没有没关系。然后你们帮我留一些资料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反核，不要下一个舞蹈的挂旗活动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简单的希望而已。以上。如果有问题，我可以讨论。可以开放 Q&A 好。